两张啦，一个是牛舌啊，另外一个是面粉喷脸，喷脸的。那这东西呢，等一下两边骑脚踏车运送这个乒乓球过来，两盘这样送过来，如果脚落地的话，就要扣十克，然后看谁最轻。一次就十克啦，来，花姐，要不要上车了？你怎么有点害怕？没有计时。没关系，优待你这一颗。他连剪都不想剪。出发吧。来，慢慢，对，不要急。哎呀！这位，没有压力的。第一组刚才是零克的状态，一颗就好了，一颗就过了，至少一颗啦，保一颗。来来，刚才一个是很大力的，而且没有限时，你就慢慢骑呀。哎呦，好的，下车，一颗都没掉哦，安稳啊。哎，那车子都快比较大，坐垫会不会太高？最低了，来了，打，只要留住一颗，反正你留一颗就好了。哎哎哎。你刚刚是说 God 吧？不能 God， 我可以把苦再重来吗？你继续骑哦，继续骑，继续骑，不要弄它了。好，那把盘子放好。哎，我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。哎，鬼，其实你第一个不用脚，要推的。现在已经十克了，受不了了，十克了。过来，对。对，继续。十克而已。哎呀，就要称一下，称一下，来称吧。你的要先。你掉了两颗掉，不要再掉了。他不在乎。来吧，掉下去吧。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？刚才这几颗根本就不想拿。八七啦。好，你八七啦，扣十克，77克。好，来，那下一组第三组，第三组玩儿，请这位。那老师有浮水，你还要玩啊？不是，等一下还是要挑战的。还没有那个。老师你在干嘛？从现在就开始喽。没下来就开始。因为我本身有这个免死金牌。对。是的。那我也不要说，因为财大气粗欺负人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今天等一下就是盲棋。你确定？什么玩法？什么玩法？可以喽，可以喽。来，你这个是关洛音吧？你才要出力管，叫你出去干嘛？哎呦！哎呦！救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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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么笑，我没给你。骑过去，你至少骑过去给他吧。好了，对啊，骑过去给他。好可怜，好可怜。他脚伸太短，脚是很烂，好别好怪哦。有没有看到是不是？知道了，我们知道了，等下要烧它。有没有看到？好危险！哪里？是不是？来了，老师来了。十
不专业。我要你的一分钟。什么意思？慢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慢，各位好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你要慢哪里？所以证明这些运动神经好的比较重要。来，下一组，来鲶鱼，鲶鱼来，鲶鱼再给你回，鲶鱼现在就会弄倒了。我想要处女哦。也恰恰到了。假如，他要走一个比较快速的，他聪明哦，他让他幅度变小。哎，他以前在马戏团有练过。真的，他以前。星星骑车。小庞跟詹姆斯。运动员跟全明星运动会的当红炸子鸡，我们来破纪录最多颗的是朱木炎，最多颗出去，有鸡在叫，插在 GoPro， 插在 GoPro。镜头要买下来，我只要留一颗就赢了，我赢了，拜托，举凡单颗我都很强，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核心，特技，核心上面提，好强哦。小玉，你全部都不要留了。对，你在最后面再撒掉。你要快骑，快骑比较帅。对，哦，仰头练，帅，莫花，甩尾，黑夜黄河，快点，他弯。来了，甩尾，这里甩，这里甩尾，甩，甩一下，哇，好帅，帅，你很强哎，很强。来，哇，你是在骑婴儿车吗？好可怕。学步车，天哪，他怎么踩？学步车，这么踩？有，他会。对，故意没事，我们看小玉的就好。蛮厉害的。来，荧幕林克，请丢。来，我们应该会赢吧？你可以一个丢下去。阿杰，加油！这么帅。83颗哈。然后刚才呢，有三组是没过关的，所以这三组呢都要进入我们的惩罚待定区域。来，进惩罚。来，各位，接下来我们这一回合是有三组挑战失败。你这三分钟一点都不意外，对不对？我们算老变种了。老变种，没事，我可以办卡了啦。但是我们公平起见，还是要来猜拳决定哪一组要接受这部分的惩罚。他们又不要。不，对，要有个仪式嘛。对啊，老师，就是有钱好办事嘛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好。就
上了，哇！好，麻醉战，好，执行完一次之后呢，就两组猜拳啊，两组，好，小猪来看，好了，那个阿东来了，通知队，怎么样？那个师兄说，四个一起上，惩罚一个而已哦，惩罚两个，哦，四个人，两个人，没办法组别，不管组别，四个人猜拳，输的两个，好。惩罚有准有准，要惩罚你不是输了吗？好，你先谁摆，先在旁边排队啊！来来，到我右手边来，来来，少爷接到，我花少爷接到石头爆。喜欢那个牛舌的感觉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好，来两个惩罚，对，现在两个惩罚，一个是牛舌哦，一个是面粉，来，你们要代表选手来。想要什么？我真的不想要。哎，因为你是小嘴花嘛，你舌头很厉害。对，舌头很厉害。希望是舌头。补舌补舌，好不好？来了，那就这一张好了。来，蛇来商品。快开我的惩罚。二三，蛇来商品。蛇来商品。恭喜蛇来商品，我们的牛舌大连出场。牛舌打脸惩罚。是牛舌。你们两个先认识一下。啊，好棒啊！在口水，口水，口水，口水！哦，还流口水啊！快点，口水，口水！你就想象你到仙台了，到仙台了，牛舌大战，牛舌一盘。或者这个是以前的潘若迪。哎，不行呐，这不行，那我要吐了。牛舌来，要不然，要不然现在的潘若迪，现在，而且你有主题曲的。破牛舌跟花花舌来生，二十秒，注意开始。这只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它那黏液，天哪！哎，牛舌在外面四片就很贵，好像我们的大便，而且眼睛，我眼睛黏住，浇水吗？来来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宝宝姐，谢谢你，有姐，晚上上，张立东，你的惩罚的对象不太一样。因为老师有交代，花钱交代，你赚他3000块，他来对付你。哇，牛的口水已经要滴下来了。我讲，这时候想象力就很重要。对，想象谁？谁跟你舌吻？阿乐，你多讲一点话。阿乐，你多讲一点。阿乐，你要不预备。想象阿乐，想象阿乐。哦，儿童，快快。老师，你帮他一下，讲。啊！他说什么？